奇异黑洞的喷流急速摆动，还能脱曳时空。天文学家发现宇宙中有个独特的黑洞，此黑洞出现异常快速摆动的等离子喷射流。根据一篇发表在期刊《自然》的研究，距离地球7800光年的天鹅座 V404 是由恒星和黑洞组成的双星系统。此黑洞是以附近的恒星为食，让恒星形成一个物质盘，环绕着黑洞。有些粒子掉入黑洞后，会再透过等离子喷流从黑洞的两极被喷出来，而等离子喷流又称为相对论性喷流。大部分的喷流都是直线型的，而天鹅座 V404 黑洞的喷流却是快速扭动，在不同时间点朝不同方向喷射。根据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，旋转中的黑洞产生了引力场，并对周围时空产生脱曳，此现象叫做参考系脱曳。天鹅星 V404 的黑洞和物质盘没有对齐，进而发生参考系脱曳，导致环形内圈扭曲，喷流就像陀螺一样不断摇摆，并朝不同方向喷射出等离子。电波天文学国际研究中心的研究员表示，由于黑洞旋转速度极快，一般由长时间曝光的无线电望远镜根本派不上用场。研究团队制作了103张独立的图像，每张长度约70秒，再将这些图像组合成动画。